写 music。哦，今天是一块好日子，因为明天又是好日子，我们天天都是好日子。哦哟，花喜鹊，有没得那么泡澡的车不？懂啥子懂？这个叫香车翠美女。哎呀，哎，现在生活确实好了，连宝气都开奥拓了。哎，宝气，买这个车花了好多银子啊？3万。哦哟，宝气，大手笔哟！哎，你发横财了是吧？哦，发横。啥子横财哟？其实也没得啥子，就是提高啥子这个生活的质量嘛。哟喂，宝气，我跟你说，这个二手车的，学问硬是大得很了。你给他把脉没有？哟喂，这车子还有脉哦。哎，我说你硬是热怪得很。我是说这块车况你搞清楚没得哦？哟喂，我早就了解清楚了。我跟你说，我的车子哦，那开了2个月的车子才晓得不？而且哈，啥子保险都交齐了，交强险也交了的不？人家那个车贩子我说了的，如果我那天不想要了，转手卖，嘿，是少了2-3万我不得卖，晓得不？哎呀，说老实话，刚刚卖了，哎，就有个人想跟我买，说3万，我硬是不卖给他。你们不晓得，我都是通过惨烈的、激烈的竞争，我才把从别个的手里抢过来的。战国辉煌哦！而且我跟你说，这车啊是名门之后。哎，啥子名门之后？长大后他就成了奥迪。谢谢，不好意思，说的那么鲜活，还不是一辆坨坨，而且还是二手的。你还想的啥子？像个串串你，哎呀，动都动不起。二手有啥子嘛？二手，说老实话，你看那个人民币二手、三手、四手还不是有？你还没想起呢？哎呀，这个离了婚的男的才吃香，晓得不？跟车是一样的，哥。算算算算，哎呀，不跟你们多说些说了，废话少说，闲话少扯。我宣布，呸，好了。新佛村宝骑号豪华轿车小蓝号正式发车了，喜鹊上车。也是。又到幸福镇的赶紧。好，把座位乘客们上我大姐。上。班长，我给各位打麻将坐一次哈。上。啊。出发。哎哎，大哥，蔡龙，下一次带你们哦。我走了。咋的？我也不晓得嘛。哎哎，宝骑咋还不开走呢？打不燃火。哎呀，哎，二叔，你得不得行哦？你要是不得行，我们就下去算了。哎，不不，不要下去。我跟你说，马上就好。我主要是那个驾驶本本拿了好久没摸车，手有点会潮，晓得不？你看，这不就打好了？哦，扶好，准备出发了哈。哎，拜拜。打滴滴。你看这个宝强也是宝塞塞的。亲爱的飘飘，我们也去买一辆3万的，我好带你兜风啊。钱呢？想金想贵。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，马上交给警察叔叔。哎，知道吧？这10个公公的就是比2个公公舒服啊。肯定噻，10个公公肯定要舒服些噻。风吹起都不一样。噔噔。哎，咋熄火呢？哎，不好意思，该不是你手机费潮了嘛？你不晓得，这车子就跟那马一样的，它有点认生，晓得不？突然换了主人以后呢，哎，它就闹点情绪，晓得不？啥子？那个车也要闹情绪啊？哎呀，怎么回事？你们下去推一下就打燃火了，晓得不？我不晓得。算了，推嘛推嘛。哎，下去推推。来噻，用劲。司机哦，哦，司机进来。这么重我推不动。哎，我说这车咋这么重啊？黄娘，你咋不下推呢？哎，黄娘娘还是哪位你下来推一下嘛？啊，喊我下来推，我下来推就失去平衡了。好久见过美女推车子的嘛？
我跟你说，推一下就好了，快点推。雄起，推一推，雄起，推一推，雄起，推一推，雄起，推一推。雄起时间马上就要打烊了。其实喜鹊，我跟你说哈，我们这样子哈，七八块91元的油。我跟你说嘛，这个就是人民劳动者。是噻，你想嘛，这年头哪个还有人推车呢？是不是嘛？你享受推车待遇。你推一推。好，结束燃秒。哎，我们来推拢了，还推啥子？马玉树，你是把我们整安逸的哈。这个击球卡壳的时候嘛，你是好夸张人呐！快点，快上车！上车，快了，那就不动，不动，不动，是刮的。哦，刮子门都散了。来，上来，上来，好，我们出发。你别在这儿啊！出发喽！把窗子开大点。哦，太大了！来了，来了！哒哒哒哒！这儿一个下呀，哟喂，这哪个下湖下来泸州鸭啊？哎呦，哎，不能下去了，不能下去了！快点下去了！下去，快去！下去，快去！下去，快去！你把湖下中间你是啥着的？学过道法没有？啊？你驾照什么牌的？哎呀，不懂道法，摆开！哎，上车上车上车，马上到了。不坐人家车了，坐人家车收钱，坐人家车收命。走走，我们走回去。哎，我打烂了，抓子！哎呀，真的好啊！算了，不坐我们车，我们开件清净些。走走走走走走。哟喂，你看嘛，这烂车子又熄火了，熄了火就不容易打燃火。哎，未必我们真的着烧了，说着烧我才给你打燃火。哎呀，啥子着烧了嘛？只有我烧人家，没得人家烧我的。哎呀，你废话多。哎，打燃火了。哎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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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你是。那个白的伤我痛痛那儿哦！哎呀，正好是啊，你刹车灵不灵嘛？哟喂，又闪不到车了，又熄不到火呀！咋个的嘛呀？这个青年班都还没有消，你是？哎呀，你不要吼了嘛，快点跳下去，跳下去，你给我拿开！你跳嘛，你跳嘛！我掌到方向盘，我不好跳，快点跳开！哎呀，烂车子，你说。喝点水，把我累安逸了。哟，你当减肥嘛，好好的机会啊，嘎。好好的机会，这样子减肥我抓不住。人家是人坐车，我是人追车。哟，我你吼啥子嘛？人家那个铁道游击队，还追火车都追得到，你追汽车都追不到。平时缺乏锻炼。锻炼，你花娃子锻炼，花10000块钱买个咱们来的车子，被人家烧了，还以为捡了个宝。哎呀，你也不要吼了。而前头我汽修厂，我把车开上去，他们我们检查下到底咋的嘛。快上车，乖，好好。乖，哼，乖个屁乖，把车子都不坐，你个烂车子。哎呀！吼啥子吼？哦，你贴在他身上，痛在我心上了嘛。咱们来个车子当个宝，呸！哟，你这个汽车。哎，师傅，如何？大哥，你这个车差不多了。啊，好的啊，好啥子好？不过的意思是差不多可以报废了。啊，不可能哦，是不是开那玩笑？那你是不是搞拐了？我
我那车才买两个月，咋可能报废哟你？就算你才买两个月，我敢肯定，你这个车出过也是严重的车祸，修好了也只能是勉强能开。师傅，这，我这车这么新的，咋可能出电动车祸嘛？你撞都没咋撞过。大哥，那好高虽然你的车还是可以装能装新的，你咋烧了？啥子？咋烧了？哦，你不要吼嘛！我还专门开车子也找了一个卖车子的，哪晓得人花花都看不到了。人家这边开铺子的跟我说的，这伙人是骗子，现在硬是早就转移我俩了。你这个宝气，你这个败家子，捡到便宜你得意得很得嘛，万多万块钱哦，宝气就买了一堆废铁回来，你这个做梦了！我的发现，我的发现呀！哎呀，我硬是遇得到，一万块钱，一万块钱我买个坏车回，嗯，哎呀。哎，你们看，这儿有个石头，真的是刹车用的。我去抓车，你们抓车抓车！哎呀，这不是玩具车子，你们耍啥子？就开始哈！大家预备起！好车当道忙儿推，好气开车不量吹，大河大的推河冲，刹车刹的石头飞，大河团儿跑不过绿毛龟。哦！抓车，你们晓得个串串，你们晓得？这啥子？这是双重保险，安全意识，懂都不懂，怕远点说。哎呀，小兰，他们不喜欢你，我喜欢你，这活该你，烦得很。别过分。这儿有点紧急情况，抓！你赔得起走，要是把我的娘毁了容了跑了算了，那个车价有事噻。哎，亮亮，你不要叫个大姐，你不要激动嘛。毁容呢是不好看，可惜了。是的。啊，不是那个意思。哎呀，你不要闹嘛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把车给你弄去修，修车费算我的嘛。谁给我来这些？我得那么撇头？你想十几二十块钱就走人嗦？我跟你说，你今天要赔偿我的误工费、磨损费、修理费、精神损失费，还有精神损失费。这为啥是精神损失费都赚到了？哦，这个精神损失费嘛，你就暂时不用赔了哈。那我刚才算了一下，你要赔我600块钱。老外，你瞧人嘛，200块钱，我也没抓到你，再说我不能干。不干哇？不赔。哦。也可以。哦，谢谢你，亮亮，不大姐。反正证据呢，在我手上。
你是酒后驾车，那我们就喊交警来处理嘛。交警来了不是给你恼火，以后我也要扣裸分罚2000块钱。哎，娘娘，不，美女，我赔嘛，我家遇到了，哎呀，你这是逼到我包包里钱来的嘛，咋子嘛？我们家卖点鸡片包药液，刚刚收你600块钱。零钱不要。啊？那给你。哟，零钱还是钱嘛？好，你不要气。娘娘，不，美女，你不要嫌弃我。哎，两个遇得到，老姐嘛。喂，亮亮，我跟你说嘛，刚才有个瓜兮兮的人赔了我600块钱，具体事情我等会儿再跟你说哈。嗯，我晚上吃好的哈。洁癖，人家的洁癖。哎，小朋友，你要随地大小便来保护人民礼貌啊！哎，站住！哎，看小娃娃，哟喂，我娘，你把裤子给我打得焦死了！哎，你变态的，那么大人还在我尿呢？我巴适个，在玩二胡呢。你就想狡辩了，我明明看到了。哎呦，你还赖给宝穿嘛？你还上面说是飞线是走数呢？你小娃都晓得不随地大小便，那么大人你随地大小便了你？要不是叫你，你们可以走了。好，谢谢了哈，回去，你别说，这么多钱，又赔钱，又进派出所，看你还给我惹好多事情出来。喂，我在开车，你不要打我吧呀？我那个时候就是捡钱人家不打我了，你硬是烦得很。啥子？前头那就是女骗子，是不是？是不是他们？是他。快追！好。快点，都快！开车，你开的那么，开啥子车嘛？开的，哎呀！开啥子车嘛？开的？拖你俩禽流感！吐你把口水，快走嘛！哎呀！走嘛！开车，我一声，开啥车嘛？开，哎！坏我们的好事！坏我的好事！我。喂，背时活该，拜拜！快跑，快快跑，快点吧！哎呀，咋就糊了？快跑！跑铲铲，你在吼啥子嘛？咋不咋糊了呀？快点儿，跑，跑起，快跑！咋不咋糊了？快点，救！哎呀，咋糊了？别吼嘛呀！打不了火了，打不了火了，打不了火了。那我帮你打点火嘛。啊，谢谢。老板，大哥，我错了，错了，我错了。大哥，我错了。哎呀，大哥，我不跑了，我要跑。哎呦，七点。哎呀，你硬是以为你自己开的奥迪，开了关键时候又掉链子，你暂时不准开车，开车有点事。哎呦，痛，哎呀。你想一下嘛，自从我们买了这个车就开始倒霉。倒啥子霉嘛？你硬是，哎呀，妇人之见。我也懒得管你了，今天我去收鸡摊摊，你到镇上找李老板把这个机票钱给我收回来。我跟你说哈，不准开车。是，哎呀，你麻雀子叫唤呀，叽叽喳喳。哎呀，哟，这个人倒霉了，啥子都是孩子都装。Thank you.
快了，触电了！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。抱起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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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抱起手。美女，美女，美女哪儿？抱起手，我就想我喊美女，你肯定叫坏货的。哎呦，有哎，过了快流血了啊！脑壳撞流血不得事嘛，只要命保到就好哈，抱起手。啊，没有对哦，你要把我扯下爪子，我以为你住店了。我腿哦，坐上店吧，我头沙沙。哎呀，抱着抱着头沙沙说。哦，好，抱起说你继续头沙沙，没得事，我先走。哎呀，哟喂，哎呀，我这真的是这么倒霉哟。没看到，跑！有医生，我那位老客报警了，那个我想拿个儿闹。哦，那是有点不开嘛，哦，谢谢啊。我已经给他检查过了，没得啥大的问题了，只是呢，可能受点惊吓，所以说现在就昏迷过去了。当时是咋回事嘛？哦，我当时过去就没看到肇事车辆，只看到他躺在地上，脚受伤昏了过去，然后我就把他送了过来。啊咋的哦？啊咋？哎，哪咋？哎呀，醒了醒了醒了！醒了！哎，哪把你撞的？快说！哪把你撞的？给大家说。哦，哪把你撞的？是你。是你说？找派出所去。有喂，关我啥事？我儿包脑壳的，你还在狡辩？你看你受的伤，绝对是你撞车肇事逃逸。那只能你想赖说。就是。是嘛，肇事逃逸。绝对是你。可怜人渣。有喂，不好耍我。咋又是你呢？喂，啥子？你又遭抓到派出所去了？好，狗这个瘟鸡又在爪子嘛！警察叔叔，警察伯伯啊，我都误会啊，把什么撞的呀？好了，这个事情我们会调查清楚的，啊。事情已经调查清楚了，是那个被撞的人，他浑浊没搞清楚，他又说的不是你，是李旺财才是肇事司机，这个是误会，你们可以走了。哟喂，他是不是大三头哦？你不分明是害死人哦！哟呀，我可是遇得到他哦。